赛开始。零一零。九，
10-4。9-14。
第十三轮对决，江西裁判员刘文，北京八国裁判员朱建华、上海14:20。8-9，3-6。8-9，7-3。由石宇奇、江苏对阵顾俊东、姚毅，裁判员侯文虎。8-9，4-7。
九比八。十一。十八。
第二十。